哦、你今天大考验，准备要开始？开始，开始。好，请问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场合是？那叫什么？好好，你吧。表演课，好。嗯，表演课。电影课，对，要放电影课。嗯、哦，对。好，开亮，开亮，不要停。哎、欸，一分。对对方的印象是？对对方印象那样不准吧？没有标准答案吧？没有标准答案。算我不会写在这边。大辣辣吗？成立的。你写大辣辣。对啊，辣辣。OK。两人都喜欢喝的饮料是？哦。啥意思？什么？我写柠檬水。你有柠檬水好像也对啊。你们方志有最满意自己的哪个部位？我觉得你会答错。不要偷看，不要偷看。就知道你会答那些，而且锁骨。请问昆凌最喜欢的国家是哪里？我吗？嗯。好。好。法国、美国。Oh no！ 请问方志友最喜欢别人称赞他什么？简单吗？这些我不是问他，我就知道，我知道他最怕的。哦，我觉得他。他是可以换成他的。不行。啊。柯林这样害怕。没有吗？你也没有，你也讲不到，对不对？他还好。好，那方志友最怕。
跳过跳过跳过哈哈。婚礼最受不了方季有的什么个性？受不了他什么个性？不能说跳过了。好，婚礼跟外表最反差的地方是什么？这题我要谈吗？对，你也要答。我自己跟自己最反差的。觉得跟你的外表最反差。方志友给镜头看一下，好，给对方看一下。我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那个卤肉饭，我超想吃。前景要拥抱一下吗？好。